主要就是做了一些，像包含计算乘积，哦，另外还有多重跟颜色啦，哈，另外还有加框线部分。那加框线有加实线、加红色、加粗体，另外呢还可以加一个红色实线的部分，双线部分哈。那这些我想都是上个礼拜的重点，所以回去的话哈，假如有一些问题的话，讲义里面都有答案，可以试着跟着做。那如果呢还是做有问题的话，可以跟着影片上面啊细部来说明。那另外最后我们是讲到那个启动表单。那启动表单的话呢，其实就一行程式，叫 home 就是这个表单的名称，home 点 show 它就秀出来。那如果你要把它隐藏的话，哈，就是 home 点 hide 就是把它关起来，show 就把它打开。所以可以利用 show 跟 hide 去开跟关，OK 哈。那再来的话呢，我们需要做哪第二阶段就是说，做完表单之后嘛，那我希望怎么样？可以输入资料之后呢，自动帮我填资料到哪里呢？到这边啊，总共有姓名一直到底下的这三个层级，所以姓名到底下这个层级，当我按新增的时候，它必须要帮我把它填上去。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哈，分别把它填上去就 OK 了。那怎么样把资料做转移哈？实际上呢，你要告诉他说啊，你第一个里面的 test bus 一里面的资料放在那个最下面一列，有没有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由 A2 哈去向下追踪，追踪什么呢？追踪最下面一列是7，但是我要新增资料是它的下一列，所以你必须把它加一。好，OK，那我们就得到应该要从哪一列开始，那有哪一列之后的话就有哪一栏。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撰写程式的话，一样哈，先切到那个上个礼拜的开发人员的 Visual Basic。二的话呢，找到那个我们的表单部分有个 home，那你把 home 点两下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撰写对应的程式。那对应的程式的话，基本上哈，就是特别重要，程式写在哪里哈？因为表单呢哈，它跟那个一个概念叫事件驱动很有关系。所谓的事件哈，就是当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执行哪一段程式。OK，所以基本上哈，请你在那个按钮上点两下。快点两下之后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哈，所谓的事件哈，指的是后面这个 click，也就是说呢，前面的东西，这个按钮叫 command button 一啦，这是它的名称。底线后面就是事件，意思就是说呢，当按钮被 click 就是点滑鼠一下的时候，那去做什么事呢？哎，就是把程式写在它的中间。那这个中间里面要做什么呢？哎，基本上哈，我们是把什么呢？把那个我们表单里面的哪一些呢？所以我把表单再打开一下，表单里面的这一个，那这一个的名称叫什么呢？这个名称叫 test bus 一，有没有哈？第二个二三四，如果你那个顺序哈，假如没有错乱的话，应该会是什么呢？这个名称呢叫 test bus 一，有没有？那底下的话呢，就分别是二三四哦。啊，不过有可能有种情况是你可能重做了，可能会顺序不对，尽量改成一二三四就对了。好，OK，test bus 一二三四。那我要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填的资料呢，转移到我们的那个 Excel 里面的话，哈，那做法是这样：一，先再 click 两下；二的话呢，哈，假设我今天第一个要把什么呢？把那个 test bus 一的资料丢到这个最下面一列。那我不知道最下面一列在哪里嘛？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个侦测的方式，增加一个变数叫 r 等于什么呢？r 等于从 range A2 去帮我追踪 A2 哈、哦，那追踪的话呢，就向下追踪，点什么？点 end 哈、哦，向下追踪前刮弧，然后呢向下，然后后刮弧点 row，OK 哈、哦，然后 enter 两下，好、哦、enter 一下就可以了，好、哦、换一行。那这个时候会抓到什么呢？抓到这个向下追踪回来应该是7，可是我要填的资料应该是第8，所以记得哈、哦，在后面怎么样，把它加一，哦，加一就可以了。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填到第8列，哦，r 是等于填到哪一列的意思。好，那再来的话呢，哦，我们在底下呢加上什么呢？加上 sales，因为我要把表单里面的东西丢到储存格。啊，VBA 的概念是这样，后面丢到前面去，中间加一个等号就可以了。所以 sales 哈，前面就是什么 r 列逗点 a 栏
OK， 好 ，R 列，然后呢 ，A 栏后面加一个 A，OK，、okay, 等于什么呢？哎，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哦，帮我把那个 test box 一里面点 test 里面的文字，因为文字方块里面放的是文字，你要把资料调用出来的话，必须要在后面加一个属性叫 test， 我看，好 ，OK， 点一下有 test 哈、哦，然后呢 ，Enter 一下 ，OK。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帮你怎么样呢？把第一个姓名的输入资料呢，直接丢到第一列的下面。那以此类推了哈、哦，所以 Ctrl C 一样的道理哈、哦，贴上两个、三个、四个。那后面的话，当然你可以怎么把 test box 一改成二嘛，然后呢改成三、改成四。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再把 A、B、C、D 哈、哦、改成哎不同栏位。那意思就是说呢，反正你填什么呢？我就帮你把它丢到那个最下面一列的 A B C D 栏 ，OK， 好，程式写好了，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哈、哦。那如果要确定的话，你可以按上面执行，好、哦，或者再把它启动表单，我把它执行一下。执行之后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哦。假设我今天随便输入一个 AAA 的学生 ，Enter 之后的话呢，填入他的成绩，随便输入几个成绩。然后当我按下新增的话，看一下哈，有没有真的帮我把这四个东西呢填入到哪里呢？填入到这边。OK 哈，所以直接把它点下按新增按下去，哎，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AAA 78、98、65，哎，有没有全部填完了？哦，但是呢，我们还缺几个功能呢？第一个，后面还有平均成绩，后面还有合格不合格。后面还有那个多重的判断，所以后面这三个栏位哈、哦，基本上不是输入的，是我们自动帮它算出来。那我要怎么把它算出来呢？哈，基本上呢，我们后面程式接着继续来看，后面还有嘛哈、哦，再来就是什么呢？把什么呢？后面二三四的乘积，帮我做什么呢？做加总之后再平均嘛哈、哦，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把它平均的话，然后平均之后丢到哪里呢？丢到那个第一栏里面啊。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哈、哦，把这个地方这个 Ctrl C 哈、哦、啊，然后贴到这个后面，把这边改成 D 改成一哈、哦，一栏等于什么呢？等于就是后面三个二三四里面的资料哈、哦，这三个有没有？这三个资料呢，帮我把它相加。不过特别注意哦，如果你取得 test box 2里面放的是第一个乘积嘛，哈，第一个乘积它抓过来的，因为它是一个 test，test 顾名思义是文字哦，所以如果你直接拿文字来相加的话，有没有？它会变串接，有没有？它可能98串加，它变成串接，变成78，变成9878啊，不对，所以怎么办呢？请你在前面加一个转型的函数，叫 cint，cint cint 指的就是哈、哦，帮我把它转成整数，cint 哈、哦、，c 的话应该叫 change 啦，change 什么？change type，转变它的形态为 int，int 就是整数的意思，cint 哈、哦，那后面的话呢，再加上什么？加上假设我三个乘积相加除以三的话，那我一样哦，比较快的方法是什么？把这个在复制一个好了哈，打完之后，然后复制之后来改，那这边的话呢，就把它改成是第三，这边的话呢，再把它改成第四，好，然后一二三四哈，然后分别的话呢，把它相加之后除以三哈，不过可能要先加了之后再除，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先让它全部先前面帮我加起来，好，加起来之后的话呢，再帮我除以三。哦，那除以三之后的话呢，再把结果返还到一栏里面去。不过呢，如果说因为它如果算完可能有小数点，可是我如果今天希望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的话，那我外面再包一个 round，好、哦，前括弧，然后移到最后面哈、哦，移到最后面之后的话，再把它加一个逗点，第一位就可以了哈、哦。比如说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OK，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平均成绩就算完了哈，算完之后的话呢，再来就是我如果希望哈，再来取得什么呢？这个一栏算完，再来就是 F 栏，
再来就 G 栏，那 F 栏这个怎么做呢？基本上呢也是类似啊、这个 这边的话呢 F 栏、基本上一样、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F 栏啊，把它改 F。那因为我们前面有写一个自定函数，自定函数呢叫什么呢？乘积函数，对。那其实哈、在表单里面呢，如果你要呼叫那个乘积函数也是 OK 的，因为之前我们在模组里面有写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乘 function 有没有？乘积函数。那其实你可以呢，在表单里面如果要引用它也是 OK 的哦。那所以呢，我可以怎么样？直接在这边呢，F 栏输入乘积函数牵括弧，他会问你说，哎，你的平均乘积给我一下，有没有？他一样可以去找到那个 function。把它算完之后，再帮你丢到 F 栏里面去，是 OK 的哈。那平均乘积给它，平均乘积其实现在的资料是在 E 栏里面，所以我把这个 E 栏的资料哈，这边把它改一下，改成 E 栏。好，那我把它算完的结果丢给它，它就帮我算出平均乘积。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一样再产生 G 栏，G 栏的话呢，就是这边哈改成一个 G，然后乘积函数，也许加一个，我看是乘积函数什么多，乘积多重函数。所以你只要什么，把那个函数名称改成这个乘积函数多重啊，乘积多重函数哈，然后呢，再把结果算完之后，再丢到 G 栏，哎，我们就大功告成了。所以 E、F、G 这三个栏位有没有？它就会自动产生。那 A、B、C、D 呢，是从输入表单的时候填进去的，哈，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哈。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没关系，这边可以设一个中断点。我等一下跑的时候，程式会停下来，我们逐行来看。那假如说我再输入一个 BBB 好了哈，Enter 一下，再输入一个乘积啊，这个随便输入一个假的乘积哈，然后按新增之后，因为我刚刚有设一个中断点，所以按新增之后，程式会停在这一行。那我们逐行来看好了，现在 Test Bus 一里面是 BBB，所以你按 F8，它会把 BBB 输入。然后再来的话，再输入，好像输入三个乘积，所以分别把这三个乘积填上去。那刚刚呢，我们又多做了什么？多做那个平均的部分，所以呢，把它算完之后呢，帮我输出 F8，哎，有没有？不过它取到小数点低于它可能刚好整除啦，所以它就是只有输出80，还是说这里面格式可能也是被改成没有小数点？那如果你把小数点这个打开的话，它会有小数点。那另外的话呢，这个 F8 调用那个乘积函数，你会发现呢，它会跳到 function 这边来，然后呢，一样哦，把引数带过来，我们85的乘积带过来，它帮我判断是否合格，合格，所以它会把合格带回来，然后呢，直接把合格这两个字呢，帮我顺便带回来之后，return 到这边就变合格，其他一样，就是多重的话，一样会跳到function 多重这边，然后判断完之后呢，再把结果呢显示出来，就完成这一整个流程，所以基本上呢，各位可以看到，做完的有没有输入乘积的部分，就大功告成。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就是把刚刚的这个启动表单之后的新增里面的话，怎么样填入资料之后，自动把资料填到这个底下来的这个动作呢，试着做做看。那里面那程式大概就是按部就班的分别就是针对 A 到 G 栏做什么动作。那上面只有多增加一行程式，主要是去追踪什么呢？你现在应该输入到哪一列的讯息？追踪，这个之前有讲过了只是加了一，因为呢我要填入资料是在追踪到的那个下一列，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